能把海外观众乐得不成样，相声界除了郭德纲谁能做到？谁能想到被质疑相声缺乏新意、段子太老的郭德纲，竟然让现场气氛如此热烈欢快。10月19日，德云社北美巡演收官战如期在美国达拉斯上演，本场演出依然延续了德云社一贯的坑满谷满风格，人气相当火爆。尽管票价高达$198起，依旧一票难求。此次是德云社海外巡演最后一站，众角们纷纷表示想给海外观众们多演一会儿，上场后更是卯足了劲表现，并且能深切地感受到每一对搭档段子选材的精妙，以及对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呈现方式都非常友好。全程近4个小时的演出让衣食父母们从头笑到尾。我切点黄瓜丝，拍点蒜、小米辣、醋、盐、糖、香油，我喜欢吃香。弄了一盆我倒到马桶里了，倒一把勺来。哦，强哥，看你的了。吃啊！老师接过勺，蹲在马桶上，40分钟吃了一整桶。显然，这些段子关注德云社的观众应该都听过，但在现场依然会很有融入感。也许这就是郭老师坚持线下演出的原因。只是辛苦谦大爷被埋汰的够呛，在郭老师的带动下，徒弟们返场也全都可着于老师欺负。不是，我也是想不出来，不知道你说吧。不过别看于老师总是如此惨，正所谓台上无大小，台下辈分严明，师哥总是郭德纲对于谦的尊称，对其家人长辈更是毕恭毕敬，这些规矩也潜移默化地交给了徒弟。因此两人在合作的20年中从没有红过脸拌过嘴，能遇到如此合拍的搭档也是人生之幸。至此，德云社在4国10城11场大型商演就完美收官，可谓是场场爆满，前无古人，同时也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，所到之处更是受到了海外观众的一致好评，足见郭老师在弘扬传统文化上功不可没。10月22日，郭德纲先生还将受邀走进美国校园宣传中国传统文化，届时一起期待郭老师的精彩表现。这词儿我们基本上没有什么固定的词儿，我们基本上60%-70%是现场。今场现挂谁最强？德云皇后于大娘。一个长辈手怎么这么快啊？这还叫快？废话，你要不信上夏利试试还快。那是，手忘了，一会儿摩托车进来了，摩托车进来了。今天晚上你一定能红，儿子，真的，健康码红了，健康码红了。别哭，宝贝儿啊啊！是不是该喂奶了？来。人孩子也不喝巧克力奶，你知道吧？孩子，一般来说都是春节前封箱，啊，那为什么今天封箱？啊，我们这压一封一，我们这压一封一。这菊花不是不让带下来吗？菊花是怎么不让带的呢？就是易爆品，易爆品，易爆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问一个问题，假的，如果说我真跟你媳妇儿有点事儿，咱俩的关系怎么算？这只能算扯平。假的是扯平啊，要不是假的呢？我欠你200，我欠你200。啊！姐妹别走，聊会儿，待会儿，嘛呀？那咱说，咱说这姐妹有金木水火土吗？你不用说她，她可有水肯定有了吧？我看她奔厕所去了，奔厕所去了。正义，脸上写大字儿、嗯，我爱，点。太让人感动了，嗯，可是你为什么不写完呢？写我爱你多完美。对啊，谦说是，我是想写完啊，尿不够了、啊，就我这肾就别交女朋友了，你上这头甩。来，那会儿您已经把我蹬了，哟，踹了我出去单飞去了，哎呦，火爆非凡。我呀，世界上宇宙上啊，宇宙范围内最了不起的相声演员就是您。我是唯独一个造反唠好的，我是。对对，还得发微博骂你呢，那玩意儿。对对对，你那会儿你行了，你。我都不用发票了啊！名驰宇宙，谁也比不上你。那是啊，这大会那大会去呗，是吧？你死不死你？盘里很多东西是你不容易看到的，那倒是。我说的那个场景很简单。对。对。不换场景，
不是，你得换光盘呢。爹呀、啊！哎，不对啊，你这边为什么不答应啊？站，压吧。这我媳妇让我进去吗？这个、怎么不让进？我那回就这样，你媳妇让我去了。我那回是这样出来的。我那回是这样出来的。哎呦我的妈！简短接说，大姐去哪儿？什么玩意儿？你这，我还以为我媳妇跑了。简短接说，大姐去哪儿？要好好的报答你啊！报答我呀？您到底怎么说话呢？报答？你别报答，我有记者证。前来电话了，那个来吃个饭吧，挺好的菜。滚！拿我当亲兄弟一样啊！这样说了还不打过来啊？哎，你刚才说的什么？我爱听。滚蛋！多加一字我就听明白。行，一会儿他媳妇来电话了。饭熟了，快吃吧啊！嫂子，让我吃饭。滚！打他，刚泰不干了。刚泰又是谁呀、啊？我媳妇儿。怎么叫刚泰呀、啊？郭德纲的太太。嗨，这糟践了这么一位好药。有人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，好介绍。相约在外边见面，我仔细参观了一下她，她约有个一米四左右，倒是般配。你别说了，都自己来自己什么玩意儿，晃一下吧。我的增增增增增增减零了。我以为刚才哪句话超速给拍下来了。你都够盼的。是啊，刚才超速50%。啊，刚才他们俩一说个打擦边球的包袱，我听底下啊乐成那样。我今年我得收敛收敛，因为今年这视频师傅，您别收敛了，您就是那个发散函数。我尽量收敛收敛啊，咱们显得大气一点点。我们就是上于老师的嫖客哦。啊，写的我发照片了，先等。您还上我的嫖客？对啊，那咱俩得认干姐们。哎呀，这别脱啊！好，就为亮一下，非常的有招力，有活力，朝气，有朝气。你不会别的词儿？刚演头一个就退票。人下一场怎么办？退吧。怎么？你们要退呀、啊，就都退，别剩俩耽误我下班了。话说回来，你们要都退了，这不叫下班，我叫失业。要下岗了，那就是还不得去。我饶了你！我信你个鬼！张老说坏得很哈。比不了大棚里面的香椿芽韭黄。嗯。啊，人那多绿色。嗯。你这样会给我惹祸的。您这祸就不小了。嗯，你这个祸才不小呢。你最好照着词儿说。哪儿有啊？你德云社的事儿不是我说了算的。你刚才皇后了，皇天能不听皇后的吗？就陪皇上睡个觉，就陪皇上睡个觉。其实对于这个捧哏那方面，又自己独到的见解，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理解。哎，我还有王姐。这包袱你们是怎么乐的？你们是没听过相声吗？
王家赵家，王阿姨李妈妈赵家，这是包袱吗？王娘，嘿，你就是我的偶像，真的，我要不是拜师了，我真想拜你。这叫郭麒麟，是他的徒弟，对，管他叫师傅，是管他媳妇叫师娘，哎。他儿子叫于思阳，是我的徒弟，对，管我叫师傅，哎，我媳妇叫师娘，所以我们俩都是这么一个交情。交半人，有时候你看，交半人，有时候。你妈怎么到哪儿都带着你、啊？来，我在北京我就看了，在北京说相声就搅和了。送你了，送他了，我媳妇还是没有。我徒弟多，有人。我们家牲口多。我那个徒弟们有很多的荣誉，我、哦、那牲口都拿大奖。哎，整个娱乐圈、影视圈，我都是朋友。我整个相声界，我都是朋友。不对呀、啊，我就是相声界啊。对啊，但是您为什么跟娱乐圈交朋友呢？人都很是害臊。哦，解放前。怕这个您不会，这很丢人。下功夫学，脸面要紧。哎，后来解放之后有工资了，嗯，把这些演员算救了，这回可以不用为脸面事着急了。哦，咱不用学了啊，这就不要脸了。但是唱的很好听，我不敢往上顶，你非得喊出来是吧？高于岸，浪必摧之。咱们就是浪摧，咱们就是浪摧。还有护士，那身白袍嘛。对，这个能跟皇上接触上。皇上制服诱惑来了，上面。你说的我冷汗都下了。是吗？我猴子吧，化名的，他是坐商、嗯。门口呢站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是捯饬的干净漂亮，跟我一样往那一站，吆喝起来特别的好听。没听见呀、啊？嘿，怎么了？起哄，这叫我知道起哄，为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啊？你人家是座商，门口站一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捯饬的干净漂亮，跟我一样往那一站，吆喝起来，明白了吗？哦、我明白了啊、哎，明白了，哈哈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。对，人家是座商啊，门口站一二十来岁小伙子，跟我一样，把干净漂亮去了，不是那句毛病，跟你一样，这句的毛病。我把跟我一样去掉，我试试，好吧？嗯。门口站一二十来岁的小伙子，捯饬的干净漂亮，往那一站，吆喝起来特别的好。哎，还真是。不干净。毛病出我身上了。那是。我不干净不漂亮吗？你不是小伙子。你不是小伙子。你看啊，小宝贝儿多可爱。哎，嗯，叫哥哥。哎。叫哥哥。来，爸爸抱抱。怎么坐底下了？这是是是，这一眨眼这么大。跃跃欲试，是是，哎，跃跃欲试哈，是是是个坏蛋，试试也行，也行。我是接蛋是接行，接行吧，你接哪个蛋都行。你接那个烫头的蛋，真巧，你也逛超市啊？嘿，洗手间出来是洗手，真巧，你也尿手上了。